OK， 今天来打疫苗，排队中。分两条路线，一条是我排的 AZ， 另外一条是莫德纳。来现场之前可以先写疫苗接种须知，然后跟带健保卡，然后确定身份之后，他会给你贴个蓝贴纸。报到完会给你一个注意事项，然后会去前面这个看诊区，看诊完再进行注射。好，来帮我压着两分钟，不要揉，外面休息15分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打完第一剂。OK， 打完 AZ 第一剂了，老婆陪同，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呀，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等。八周后的第二季，哦，危险！保护你。好了，今天的打疫苗接种之旅就到这里啦。好，感谢收看，记得订阅，拜拜。红红的，不知道是之前的打疫苗的地方还是怎样，小时候打疫苗的地方还是怎样，不确定。好，持续观察。OK， 记录一下6个小时，目前状况好像还可以。目前状况还可以，然后我们晚上等一下线上运动课做完再跟大家报告状况。那我们要先去遛狗，遛狗遛狗应该状况也 OK 吧？啊，好，先这样子。目前6个小时，时间来到了五点半，早上9点多排队打的，打完大概10点，所以大概。6个小时，应该有6个小时了啦。嗯。OK， 现在时间快12点了，目前没什么特别。刚刚晒衣服的时候钻到那个打针处，有比较痛一点，但还可以接受了。那现在就呆呆的状态。那好，来睡，看明天怎么样再说。OK。已经过了24小时了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做被车撞，不是真的被车撞，而是你出车祸那种全身酸痛的感觉，而不是真的被车撞 的痛了。所以昨天晚上睡不太好。Fuck， 好，今天再过一天再观察看看。拉稀便啊，难受，还是不太舒服，不过多喝水继续撑过去。难受啊，希望今天赶快过完。现在头有点不知道哎，就是难受，想玩游戏也没办法玩游戏。Lucky 干嘛？Kiki 来关心我一下啊！啊，好难受，出去觅个食，买个五十兰跟 Subway 补充一下营养，看明天早上能够比较恢复状况吧。OK， 第二天结束，看看明天会不会舒服多。OK， 第三天打完疫苗，第三天感觉精神状况 OK 了，因为昨天晚上还是有点热，贴了退热贴还有普拿疼，现在状况还蛮正常的。
好，以上就是我打完疫苗2天的心路历程呢、啊。当然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啊，体质什么的，对疫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。不过大致上都是这样子。好，希望第二季舒服一点。OK， 拜拜。